大家好，我是彭于晏。我现在要进行的是 Yes or No。 这段身材很好吗？为什么？明明就很好。个性好强吗？是不是没办法饿肚子？会有起床气吗？有偶像包袱吗？怎么说？你可以解释一下啊！我可以说话。对，偶像包袱我没有啊。No。可是大家都觉得你很完美。其实我不觉得我完美啊，我可能拍的角色，大家看到的是那个角色。嗯、那自认是个浪漫的人吗？送花算浪漫吗？算咯。嗯，就我送花。就是都会送花吗？对，太爱送花了我。任何人吗？对，可以可以。好啦，相信一见钟情吗？相信。有过吗？没有 ，no。会是闪婚型的人吗？哦、oh, ，yes。真的假的？真的 ，yes。所以哪一天就突然间 ？yes。